8+9+8+7。哇，今天天气真是好到一个，好到一个棒，你知道吗？等下就会看到我最右边那个会出油，我现在是带你出来出油。对对嘛，啊，你的油要滴下来了没？他说，如果你太瘦，想要增胖的话，可以去找他阿嬷。他阿嬷会把你不是当狗养，是当什么养？当猪养。当猪养。Action！ 问你要买房地产，台湾银行就算啦，台银最多钱了，上台银行。你知道啊，每个人分别不讲不同的话，小编很难上字幕。小编从来不上字幕，所以是没差。好啦，那准备来做机了。双击倒带啊！我这个最专业的，妈全身穿着。我累了，我可以回家吗？要绑头发的，来，先全部靠过去，好，都靠完了，好，一点五公尺，来，全部，你1.5公尺，来，我等一下量一下啊，没有1.5公尺的就犯规了。从零开始的探险，希望不会遇到蜘蛛网。对，不要遇到狮子会玩，狮子太会玩了。妈，我们走快一点啊，死胖子！谁怕高？你怕高，你等下怎么跳水？不要跳！你看你也怕高，你不跳水？我们要跳。干你啊！你讲干话。还有没有人吗？没有。好，走。好，那这一次我们不走山路，我们直接下贴溪谷。之前会绕半个山路，那因为最近水太少了，所以提前下来，不然走到那边大概应该都融化掉了。马现在下水饺就对，一个一个下去。哦，哇，英奇最猛。我的手机。他防水包啊、哦。他前面那层，那层就……哎，很深吗？应该还好吧。他踩不到。好啦，我在这边等了半个小时，他们都能度过了。来，插下去，看等下水会不会分开。我干，这么深啊！这么深啊！我看一下，几十岁人家还在玩蜘蛛啊！你很渴啊？很渴，变热啊？变热！我操！我要许愿，我要许愿，我还要什么？掉钱下来，快点！高俊的杰作，菜鸟过激。原本一代封好，应该不会吃高国俊的杰作。来，星星软壳，星星两烟全断。菜鸟，这第一次说，你不是第一次了，你还他妈还可以这样？瑞送，没了，今天的粮草没了。完蛋了！今天的软壳全烂，小全断。晒干还可以弄成烟草，快点！里面之前要豆草都不能抽了，那晒干也不好抽了。再来一包硬壳，我是全断，我谁是保管人？我啦！干你就烂！干你俩高兴，回去一人赔一包烟了，操你妈！我干踩不到，靠背谁骗我？林北踩不到啊，靠背踩不到了啦，踩不到了，踩不到，踩不到，我踩看看。
哇哇跳啊跳洛克班跳水哇哇哇哇哎你看他都不用叫声音这个孩子的爸有压力了。好了，刚刚经过一番有海水没跳的，好像高国俊吧？高国俊没跳，抓起来！高国俊他妈这两米不到哎、欸！啊，可以。有慢了。A few moments. One hour later. Two hour later.你今天没有跳这包烟，你要怎么解决？跳了还是要解决，没跳也是要解决。来呀、啊，跳了，快点，刚录一分多钟了啦！看呐，跳大跳远一点哦。这是天冷，多少再跳一点，很早我们不跳啊，等你喊啊。是去找跳楼而已啊。就这样而已啊，又没。好，经过刚刚的连续第一个跳台之后，我们高国俊终于克服了心中的恐惧。第二个跳台，换场景哦，对自然的转场，转到了，你他妈就在隔壁而已。嗨，凤鸣，喜凤鸣，向太公，呜，呜，呜呼，这就是 RKT 假日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是一个人来，那目前都还在敞开一些场地啦。如果说哪天安全的地方，当然是多收集几个，那就可以带你来玩。毕竟有的比较危险，那有的攀爬比较累一些。像这边的话，难度比较没那么高。头塞进去啦，头塞进去。哪个坐机会带泳圈出门的啦？啊！好低调啊，我刚等的啊。哦。想跳就说啦。OK， 那这是第二个深潭，全员目前又在这边休息了，也就是说人多的时候休息的 tempo 也多。所以今天可能到最上面要花好长一段时间，真的蛮漂亮的，水量还不错，还可以，适中安全，每个人都有穿救生衣 ，safe。哦，我们在大师门的瀑布之前，这边有个溜滑梯，那今天的水还可以，然后那边一个漂浮的物体，对，他妈他在遮太阳了，那这边来示范一下什么叫溜滑梯，什么叫做懂玩。看到没？气球，然后滑水道。我们不要看到别人。我来了。哎，靠边，走后面的，走后面，走后面的啦。来了。啊！走后面的啦，靠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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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专业 RKD。干你太快了，靠北！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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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错啊卡住啊高险是今天的第一课，第一课部分就是很多很多溯溪的来到这里，他可能没有装备的话，可能光这个水流就会被推回去啊，没办法前进。加上左侧这边很滑，所以没有溯溪鞋也上不来。快快点！靠背，等这么久，哇操，太深了吧！我干，刚才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在爬这个吧，妖兽，他妈就这样一个部分了，不要直接我也不会。好了，待会的话就是要从左边爬上去。我们攻击手已经在上面了，奇怪，攻击手本来是我，后来我懒了。哇哦，我们来到了大石门，现在在等几位去高镇的朋友们慢慢的渡过难关。那这后面几个完全不用理他，尤其那马英奇，连救生衣都不用穿的。拜拜拜拜！大石门瀑布，这有几米？4层楼啊，三层楼，10米高。好想要坐溜滑梯下去哦，可是看那个水卷的那样，我超怕的。真的超屌的。好啦，不是水性，出来玩就是要怕死就对了，怕死才会安全。好 ，Go。卡蛋，我看一下。哦，我看前面，好屌吧哦！水幕布在前面。又好冰啊！哦。这边我已经踩不到了。踩不到。好冰，就好冰。好爽啊！啊，瀑布在前面的右手边。待会在卖方里。要不要等我们其他的队员？其他队员正在努力的上座当中。现在遇到了一些体型上面的障碍。他等一下会不会滑下去呢？哇，掉下去了！好笑哦！他不行了啦！好啦，你放弃，你走左边的啦！你走另外一边的啦！要滚出来！全部人要走，我没有，后半部人要走这条缆绳，然后他妈走不过去。好，继续前进啦！真的很漂亮，舒服。除了这个画面不舒服。
你来动一下，那都痛他脚。在准备回程啦，玩到了下午3点多，因为人数有点多，然后每个轮流跳深潭，然后玩泳圈、滑水道，花了不少的时间。哦，玩这个正常，我大概两至三个小时就把行程走完了，就今天花了超过5-6个小时，超屌，真的。好，就这样吧。哦，最后一个潭，这个是一个平静的水域，耶、yeah. yeah, ！第一次溯溪，还有谁？那个第二次啊，这个胖子第四次啊，第二次，三，我都带你一次而已啊，二，刘廷第二次啊，有一次是我跟旅馆，那我们去，可是那个不算溯溪耶，那个其实在走路而已。对吧、啊？好，最后一次，就这样。